就刚刚好掉了。那你不做十二个？没有，那30万，讲老歪了，那30万都不收的话，你知道那30万多少？20几万在那里，现在可能不值了。对啊，对他没差啦。就感觉问你，我没去做这个矿业的话，1000块，你们还喝酒，你喝酒开？你做越多矿越多。不是，是你不做是主业，我想要拿得到。对。你那两个月不做，你说我再做不了。不会啊，是我自己照做，因为我想要收钱。对。所以我最多450，450，3天就赚100多块，给你扣就扣。100多做这个的话，我3天就赚70以下。提早一点，那时候那个跨年那天，跨年那天一月一号，他就说他在中南部，30万扣掉了，对。然后他在中南部几万赶过来的，然后中南部赶过来，不要说七百，送他7000。那我们这些都有原因吗？我当时的难过，听到30趴，不想去，去会不会不好说？不好说，那当然让我不弄。员工资，干什么？真的，不是干什么，欢迎来员工。证据会爆炸，细部工程可以后面再说。太生气了。不好说，那个东西少。他就是负责。他是什么东西？但是说的好就好，说不好就好。对，虽然他现在连拿奖还是。刚买超级。没问题啊。每一个月做太多台。他做一个月，我大概可以做3个月。在做，这年过。那我去干过他事了，这个又坏了。